你真的很想我陪你进篮球队？和我在一起很舒服，想和我多一点时间相处。Nice, nice. 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你们两个默契也太好了吧！姜池，你有看过这个吗？最近大家都在传姜池不像，都是你啦！你的动作太容易让人家误会了。这是兄弟间会有的动作吗？到底是哪根筋烧坏了？嗯，快点，只对你一个人好，求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，好不好？顾不下。我这个人有点无趣，但我对一个人好，我就会全心全意。生日快乐！不想要，如果有一天我不在，或是我没注意到的时候，保护不了他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只要你不走，我都不会离开。